你们看。哦，非常谢谢您的好意。That man is no thief. Who you should be arresting is a driver. 信封的图片数据还在电脑里，还没来得及拷贝出来，所以要是电脑被他们抢了的话，我也是觉得云里雾里的。你怎么突然这样子？终于来了吗？我都等得不耐烦了。